一个长，一个短。你们俩选，选的长的那个，我马上放他走，说话算话。可是选的短的那个，我马上就会杀了他。心慈，来，你先去。心慈，不要，不要，心慈，不要。看我，对不起，心慈，我忘了，你没有手。他没有手，我忘了。哎，喂，你选，你选，你选。哇，我不要。选。我不要，我求求你，别让我选。别逼我发火，我告诉你，我让你选你就选。你是不是不想见你那两个孩子了？选。我选，我选，我选。短的，你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，不要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孩子不能没有妈妈，孩子不能没有妈妈，我求求你。你看到了，杨永昌，你杀了我，你放了他，你杀我，你杀我，放了他不行，杀了你也不行，这个游戏还没完，你得继续看下去。念子，我们夫妻一场，别说我没跟你气，你给我办一件事，我就可以让你不死。其实非常简单，三个数，如果你不杀他，我就杀你。不要，我求求你放了我，放了我们的孩子。不杀他就杀你，一夜想想你的孩子文音。我不要。二孩子，娘，孩子，叔叔伯伯，你们知道赵叔叔和沈姑姑在哪儿吗？孩子，新慈姑姑不是到牧场去找镇长了吗？镇长还没回来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对了，你们知道我爹和我娘在哪里吗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娘死了。你胡说！我娘都不会死的，我娘都不可能死。你娘啊，一个月之前就不在人世了，是因为怕你伤心，就没敢告诉你。你娘啊，她不在了。你骗人！我娘是不会死的。我们是听镇长说的，他说你爹啊，亲手把你娘给埋了。你骗人！我娘都爱我的好好的，她会疼爹，我还带她去治病呢。谁是大块头啊？就是李耿明。李耿明，他用十八枪给抓走了呀。这扔到哪里去了？他成
认自己是杀人犯，被十八乡给抓走了。他现在关在牢里，恐怕他现在的也……你骗人！你们都是大坏蛋！我娘，我娘，她还活着，我爹也还活着，我娘她不会死的，我要把我爹都找回来，让他们永远陪在我身边。孩子，走！哎，孩子，孩子，你走！孩子，别跑了！心思藏到哪去了？石七兄终于来了，坐。今天你我兄弟二人小酌一杯，我们也煮酒论英雄。其实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没有这几个女人，也许我们真能成为特别好的知己朋友。可惜啊，造物弄人，既生瑜，何生亮？哼，你少跟我废话，告诉我，你把心思一个人藏哪去了？一个人，两个人，对啊，沈心慈和你的宝贝。小女儿长得真漂亮，和你一样，大眼睛。不过丁若曦，不知道她长大以后，知不知道她爹是谁？你的孩子出事了，她现在在哪里？有没有人照顾她？你说的都是屁话。我是一个大夫，我悬壶救世，治病救人。满口的仁义道德，到了最后谁都救不了。梁成，你要是敢动他们一根汗毛，马上把你给杀了。石九兄，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个谦谦君子，你看你，话说了没两句，就变成了一个莽撞的鲁夫。不是，你觉得你杀了我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想怎么样？这世人都知道，我梁永昌是个卑鄙小人，你赵石俊呢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。来，敬英雄。石俊兄，我特别想问，你真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吗？你说你这个大英雄干了什么事儿啊？你保护得了沙河镇？保护得了沈金慈、万秋玲？你现在连你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。
梁永昌，你是这样对我的，啊？我信守我的承诺，把你给放了，你这样对我，你对得起自己良心吗？良心？石俊雄，什么叫良心？你的良心在哪儿？啊，让我看看，看看在哪儿，哪儿算是你的良心？ 告诉你，你和你的朋友们就是被这两个字儿给害了。你们应该被这个世界淘汰了。适者生存，弱肉强食。你们呢？满脑子良心、道德，除了这个，毫无立世之本。你跟我讲良心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今天也跟你讲讲良心。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如果没有我，你的女人跟你的孩子就都死了。我救了她。你呢？ 我也救过你的命，对不对？可你怎么拿你的良心对我的？你夺走了我所有的东西，你还让我的孩子跟着你姓赵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跟文英有一腿。赵世俊，你让我的孩子跟你姓赵，我发誓，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的孩子 跟着我姓梁，我发誓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快，千惠，他们就回来这里。 断奶呢，你把他们从文英的抢过来，要把他们饿死啊！适者生存到临头不动，这有点教养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两个家伙真的连这一天一夜都扛不过去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不适合这个世界生存下去。那趁早，让老天爷把他们带走算了，省得长大以后厮杀不过。 成了你这样，一个失败者，我可不忍心看他们变成这样。梁永昌，真的很变态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他们的爹，你这样对他们，你是人吗？你他妈禽兽啊！行了，我怎么孩子是我的事儿，而想想你的孩子吧，你的孩子跟他们一样，也一天一夜没吃东西。你猜他能扛得了多久？ 别打！再打我，后果就是你的孩子会死。嗯？告诉我，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求我吧，你求我。也许你把我求的舒服了，我一高兴。 我慈悲为怀，我就告诉你，他们在呢，求求我，求我试试看。我求你，你告诉我，李耿明，你不是答应要救李耿明吗？李耿明到底是死是活？是不是李耿明已经死了？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啊！正阳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爹在哪儿？啊！正阳，你还不知道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，你爹已经被烧死了。 害他的人，不要！害他的人就是这个叔叔，不要！你的赵叔叔就是他害死你大块头爹，就是他！啊，赵叔叔，你还我爹！我还我爹！我还我爹！我还我爹！怎样？听我说，你爹没有死，不要听他的，他死了，你爹没有死，他死了。赵世俊，你出尔反尔，你是个小人！你还我爹！你还我爹！我娘死了。 我知道，对着他能分头说话。我爹说，我们以后一家三口在一起都是祸患，祸患！作孽啊，赵世俊！你说你这个英雄一路走来，你害死了多少？先是万秋莲。
后世李耿明，你还害死了正阳的娘。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英雄到后来你会害死多少人。赵之君，你作孽呀。赵叔叔，你告诉我，我娘到底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我娘是怎么死的？傻孩子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就是你这个大仁大义的赵叔叔，为了他跟他的老婆，让娘去当祭司，你可怜娘抛下你就走了。原来是个孤儿，正阳，都是他。你这赵叔叔，他作孽呀。什么？赵叔叔，你告诉我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说呀！这样，你听我说，你娘，你娘是为了救我们全家，她要杀死这个坏蛋，所以她才……你看，她说不出来了，就指她，她在狡辩。正阳，你相信我，是叔叔救了你的命，对不对？叔叔不会骗你的，就是她杀人凶手，害死你爹，害死你娘，这样变成了孤儿。闭嘴！就是她，是闭嘴！杀人凶手，听我说，长大以后要找她报仇啊！听我说，这就是她，正阳，正阳，都是假的，大英雄，去哪儿啊？去找正阳，告诉他你是个英雄，是个好人。你知不知道回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？回来你好，你的女儿就会被饿死了。干嘛？想杀我？我知道你特别想杀我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死了我也不怕。我还有沈新慈和你女儿跟我做陪葬，到时候我们三个在下边，我们做一家子。梁长，你完全是因为恨我，所以才害新慈，害我的孩子。这样吧，我跟你打个商量。我用我的命来交换，我死了以后，你把我老婆还有我的孩子给放了。好戏还没开始呢，你得陪着我，我们一起玩下去，你得陪我一起看下去。不能投降。文一，文一，文一，不要，不要杀我！文一，文一，我是俊哥，文一，文一，文一，我是石俊哥，文一，快追他！星辰，星辰。星慈，我一定会救你，把你从这个疯子的手上救出来，血一定不能胜正的。
子。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，你放心。你又在讲大话了，赵时俊，你现在救不了，沈心慈也救不了，现在就连天也救不了他。现在掌握你女儿生死的只有我，我让他活他就活，我让他死，我只要凶手。你不知道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有多好。梁永昌，你究竟想干什么啊？晚上为什么不杀你？那是因为这个游戏还没结束呢，那是上半部分。石俊兄，有个问题我憋在心里边很久了，特别想问问你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和我抢？你为什么什么都要和我抢和我争？你为什么非要逼着我一无所有？你为什么？你明明已经有老婆，要抢我的老婆；你明明已经有了万家庄，非要抢我镇长的位置；你明明已经有了孩子了，你偏偏要逼得我的孩子跟你姓赵，为什么呀？这是啊！你看看你，衣冠楚楚，每天一副侠肝义胆的样子。我呢，我每天悬壶济世，救了那么多人的命，到现在落得妻离子散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啊，梁永昌，你说那么多，一切都是你的幻想。我没有要抢你的妻子，我也不想当什么镇长，我也不想当什么英雄。你说的什么鬼话？你他妈疯了是不是？你给我听好，我跟你的恩怨是我跟你的事情，不要扯到下一代，不要扯到我女儿。你错了。这个孩子他一出生作为你的就已经跟你有关系了，就已经跟你有关系了。石俊兄，知道我为什么把枪给你吗？因为里边还有一颗子弹。今天让你也做一个选择，还是二选一，要么你把你旁边的那个女人打死，要么打死我。当然前提是我死的同时我会和他一块跳下去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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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吧。拜托你，拜托你放过我女儿，放过我女儿，什么都好说。不可能，只有二选一，要么打死他，要么打死我，选吧。这叫我怎么选啊？你听我说，你放过我女儿，你放过心慈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放过了心慈，再放过你女儿，再把你也放了，然后看你们仨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过完你们的下半辈子。哎，不，赵世俊，你是不是当我傻呀？哼，你怎么那么天真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么做连天都不会答应。我这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快点选。你他妈叫我怎么选啊？
我怎么选？你叫我怎么选？你如果不选的话，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会不开心。我不开心也会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现在，我马上把它扔出去。选！我知道。好，你要开心是吧？你要开心是吧？我把我自己给杀了，我把我杀了之后你就开心，就可以把我女儿还有心思给放了，我让你开心。师姐，你来干嘛？师姐，太简单了，你把我给杀了。是的，他就是疯子，他已经疯了。我疯了？你们怎么都说我疯？乖。石俊、沈新慈，你们说的对，我是疯了，我就是要把你们这些清醒的人全都消灭。和你们相比，我确实是个疯子，可你们今天却要听一个疯子的话，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啊？石俊，赶紧开枪打死他！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，不要逼我，真的不要逼我了。我必须逼你，不把你逼到绝境你不会明白，不到最后一刻你不会懂的。我选吧，开枪。你要我怎么选？要我怎么选？你不是就恨我吗？那我把我自己给杀了你就开心了，你就放了他们吧。石俊兄，死狠人多，那就解脱了，一了百了，特别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我早知道。男的，你得像我一样，一直活在痛苦里边，一直活在孤独里边，那才难。你活在这世界里边，在这人间地狱苦苦挣扎，一直挣扎下去，那才难。你也像我一样活着。石俊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杀了我。你忘了，你答应过我，要让我们的女儿好好的活下去的，你忘了？青青，听我说，我认识她那么久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她的为人呢？她会出尔反尔的，我不能相信她。没错，我梁永昌出尔反尔确实出名，可是今天这句话一定是真的。你相信我，就是我数三个数，你再不开枪选一个的话，我就真的会把他给扔进去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逼我，求你了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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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我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青瓷，青瓷，石俊兄，什么感觉？疼吗？撕心裂肺！我告诉你，这种感觉我也有过。恭喜你，你体会到。可是还不够啊，石俊兄，你得慢慢享受，享受痛苦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会把你的女儿弄死。让他长得和新慈一样，等他长大以后，我就娶了他。
亲以后，他就是我梁永昌下辈子最爱的。石俊兄，要不要我现在喊你一声在上海？慢慢享受吧，你会体会到我体会的感受的。你输了，当然我也输了，我们都输了。文英，小姐，文英，小姐，怎么了又？小姐，来，把孩子给我。小姐，你走开！小姐，小姐，走开！哎呀，小姐，怎么了这？文英，快！赵队长，快到赵队长家了！快，赵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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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耿明，他让十八仙给抓走了呀！这到哪里去了？他承认自己是杀人犯，被十八仙给抓走了。他现在关在牢里，恐怕他现在他也……叔叔啊！啊！你等一下，你知道去十八仙怎么走吗？去十八仙啊！十八仙可远了。估计坐马车也得好长时间啊！哎，还有邢嫂子没跟你一块儿来？谢谢啊！不用谢。很快就能找到你妈，咱们喝点粥去。咱们走吧。写的是什么？凶犯李耿明明天一早处以火刑。那个人我见过呀，这是。要不怎么处以火刑呢？停！不要再说了，你们给我停！不要再说了，你们这群大坏蛋，给我滚滚！你们是坏蛋，我弟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你们滚滚！这个赵石俊
信誓旦旦说什么，到期把人换回来，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这什么事儿啊？啊！杀人犯亲自送上门来，现在又眼睁睁的把他给放跑了。赵时俊，亏他还是一镇之长啊，不分青红皂白，随口许诺。不许杀我爹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不许杀我爹！谁杀我爹？你怎么拿着我爹孩子？哪来的孩子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小心点，站住！滚！你是谁呀？杀我爹！别动！来，哎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你不能杀我爹！你不能杀我爹！来来来，出去出去！谁是你爹啊？谁是你爹啊？我爹就是。就是李可明，我爹他不是杀人凶手，我知道这是真正的凶手，我知道真相。梁文超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叔叔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能杀我爹，我给你磕头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杀人犯原来是梁永昌。你不用猜来猜去，杀人犯就是我。你不要骗我了，孩子。爹。正阳。爹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个孩子走了很多路，连一口饭都没吃。他还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，不简单呐、啊！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深明大义，了不起啊！我相信孩子的话是真的，我也相信你不是坏人，可你为什么要投案自首呢？那么坐牢的就是赵世俊，我不能陷自己的兄弟于不义之地，我做不出。真是条汉子，我希望赵镇长能早点把杀人犯抓来。好了，你们父子俩就聊一会儿吧。已经死了，正阳。